这是寒玉虫。公子，你若无定期服用解药，宿主体内的五脏六腑会被寒虫慢慢冰冻起来，手脚僵硬，无知无觉地停止呼吸，最终成为一具冰封的尸体。 那这是，把它吃了。原来，在公子的心里，我与那些死士没有任何不同。不，唯一的不同，是我更忠心、更温顺、更心甘情愿地为公子卖命。 到头来，我竟然连公子的信任都未能拥有。阿慈只想知道，公子为什么要放肆？你无故失踪，我未曾追究。同样的事情，我绝不允许发生第二次。 一切都如公子所愿。公子，来人，将沈慈带下去，好生看守。是。